他来者不拒，没酒精他都不去，眼里是 money money， 根本不用深思熟虑。你说他像只狐狸，把别人蒙在鼓里，你没有 money money， 那他对你置之不理。在别人嘴里他是一个美丽坏女人，只要你有钱，那他肯定就会赖你们。 But I don't think so， 你对他了解有几成？这故事中的凶手同样也会有你们。他只会选择一个人的时候哭，一个人的时候一个人把泪水止住。他床头总是放着一本成年人的漫画书，看电影的时候关掉声音留下字幕。所以他坚信这个世界全部都是假的，所有人都是假的，所有的话也都是假的。他说所有掏心掏肺的人傻了，请离他远点，千万别有任何瓜葛。爱情对他来说就是最大的骗局，他不想废话，没过多的言语。爱情对他来说只有在偶像剧，那个人这辈子永不会再相遇。 She's not a good digger，这么容易相信别人说的话。周围的人都在说他怎么会堕落了，他一点都不在意，只说随便他们吧。谁都叫他哈尼，She's not a good digger.